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呀，个头好乱啊，因为我而家其实咧，今朝一早咧，我已经到咗呢一个江南区嘅良才市民站啦，叫做。咁我点解要嚟到呢度咧？除咗其实我嚟到先发现，原来佢周围嘅樱花系好靓。呢个叫做樱花大道啊，韩国嘅。咁如果嚟韩国玩，其实可以自己搭地铁嚟到呢一边都可以行到啊。我因为今朝咧就要去呢一个参加呢一个韩国嘅美容艺术大赛，咁会喺佢哋呢边嘅嗰边。只會聽那邊去看他們比賽的，是的，那一會再跟大家分享，先給大家一睹為快這個櫻花大道先，真的很漂亮啊，近距離近距離近距離是可以這麼近的，漂不漂亮啊？好啦，那一會再跟大家分享，等一等啊。那剛才呢，我就是搭巴士來的，我兩個鐘很痛苦啊。咁咧呢一個咧，如果搭地鐵咧，就嚟到呢個良才市民深良，睇下先，良才市民站啊。咁去到呢個站咧，就喺呢一個D4D 嘅09出口咁樣出，咁咧就可以嚟到呢一個櫻花大道噶啦。俾大家睇下，係啦，呢個全部就係櫻花大道。咁我而家咧就要去呢一個嗰棟大廈，嗰棟大廈，唔知大家見到可能比較有啲遠啦。嗰度就是睇呢一个头先讲嘅美容艺术大赛咯，嚟到啦，嚟到呢度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今年嘅第十届嘅韩国美容艺术大赛。咁主要系比啲乜嘢咧？系半永久大赛，即系纹眉啊、眼线啊、唇啊、发际线啊。咁咧自己参赛者咧可以选择唔同嘅比赛，可以净系参赛一样，或者系参赛晒咁多人都得嘅。因为佢由朝头早九点去到呢、黄昏的六点，好晒啊！今日韩国的天气其实跟香港好似啊，呢几日好凉爽嘅。不过咧就朝头早同夜晚就凉咯，咁日头其实系热嘅，根本着秋季、春季衫都秋季啦，春季就惊冻亲。好，咁我入去啦，我唔知道入去俾唔俾拍摄，所以入咗去先。一阵如果可以拍摄，再同大家分享。就系呢栋大厦啦，咁大家睇唔睇到佢嗰、那个？俾大家睇下佢嗰個上面嗰個標題，呢個啦。Hello， 而家咧入到會場入邊嘅啦，你見我咧嗱唔同一樣係啊，因為今朝太早啊，好趕時間出門，所以通常朝頭早咧我乜裝唔化，帶定支，你知啦，我哋有鐘嘅，帶啲細細紙人唇膏，所以我出外咧都好方便嘅。不過就一定要孭背囊，因為帶住好多唔同嘅。用嘅嘢啦，筆記簿啊，所有嘢啦。咁你見到呢度咧，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嘅今年嘅第十屆嘅韓國美容大賽啦。咁我頭先見到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嚟咗，香港啊、國內啊、廣東。咁你見到有好韓國咧開幕儀式咧係點樣做嘅呢？首先見到佢哋咧都係有好多花牌，不過咧，我覺得韓國啲開幕儀式花牌好搞笑，好似我哋中國啲，唔好講啦。同我哋香港某啲地方好似嘅。真的很搞笑，不過人哋各處鄉村各處人哋的文化，我哋唔好笑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咧要入會場，不知道可唔可以拍啦？咁一陣間再同大家分享。